大家好，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刺客教条四黑旗。上一集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攻略了一个蔗糖园的仓库，之后就来到这个椰子海滩。没有会停船的港口啊，先看那个岛有什么。你站在这个边边看海，最好是看得到什么东西啦。它岛的东西不算多，但是有两个秘密，一张藏宝图和一个瓶颈。突然就下起暴风雨，我觉得这感觉还不错，如果这时候躺在这个沙滩上面休息一会儿的话，应该蛮舒服的。再来一个风狗浪，我就不见了。另一个可怕的幻想，我在这里的另一个幻想，我自己还有一个女人，无爱。她说，一个如此亲密而熟悉的声音。我们的同僚密谋要推翻我们，他们犹豫不决，而且满腹忧愁，甚至已经屈服于自己的命运，满足于当个普通的人类。但我们还是有希望，我们可以让我们自己适应这个世界，适应被毒化的大气以及战争。你会协助我吗？你保证吗？这时我听见了自己的声音，是的，无爱。我该怎么做？转移，他说，将我们的心智从这些老旧的躯体中超脱，成为全新的生命形态，不管是机械化的身体也好，进入我们工具的人类里面也行。简单来说，我相信有办法可以把我们所知以及我们所有的身体和心灵转移到另一个形态中，这样我们才能在接下来的毁灭中存活，并继续延续我们的种族，并为我们的愚蠢行为补偿地球，想办法恢复它的状态。转移，我大声说着，将心智转换到其他形态。危险的计划，但似乎是个合理的选择。没错，他回答。谁比我们挚爱的丈夫更适合呢？你的心灵力量空前未有的强大，体格无人能敌，又是观测所的创造者，伊甸园的监督者，我们文明中最耀眼的光芒。如果你无法承受这样的改变，或许没人可以。我回答，我会协助你，无爱，为了我们以及我们的人民。所以如果照这样看的话，圣者就是由低文明的人类转生而成的。我记得好像不是很确定到底是不是在第三代的时候的现代部分有稍微提过转生这件事。我总觉得我好像看过。接下来要去下面吧，如果以往主线前进的话，不然就是要走这里。
我看往下面好了，顺便沿路捡这个碎片。来啦，要塞附近。听说要塞居然还有防守的中帆船。哇，九个哎！现在之前最多是七个吧，又变多了。再加上这些重本，我觉得我可能要尽量脱离要塞的攻击范围来打这些重本船，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哇，正中的话一发就爆了，那也还好嘛。好，中帆船都解决完了。希望只打十五个，换一个王枪好了。啊，没中！又没中！咦，刚刚不是有三艘还在这吗？应该有，总共有四艘吧，有一艘不见了，那可能是被炸掉了。哇，停船角度没有停好，这样回旋炮发射不到，只能上去打了。最后一艘，再绕感觉好像不会比较快，还是同个角度就算了。
直接上船吗？啊，这警察打过来了，这样不知道算不算扣血。高速震动几下，啊！剩下对付这个要塞，太远打不到，用迫击炮跟他对轰好了。还有九个。炸到对面去！哎呀，看起来不够远。这座要塞的发炮方式跟之前不太一样，它不是一次一大堆，而是几颗几颗连续丢。就算我保持移动，它还是会命中我。就不像之前的一次打中就那么痛，太难说到底哪一种比较强。我还是保持移动好了，就像。可以闪掉部分。快没了。攻击好弱，最后一个命中啊！命中，耶！不知道有几个指挥官。Captain Strick, give me some speed. Haul them in. Get off the wind. Pull them in. Reef those gallants. 哎呀，没有着陆成功，怎么还直接跳上去？哎，原来火是会烧伤的。之前有好几次都感觉好像有碰到火，但是都没事。我以为火是不会有影响的。你要跑去哪里了？回来。哇，三种哎！我要拖到。接近炸弹要爆炸的时候再跑，哼，解决掉了。
我觉得同时有不一样的兵种在攻击我的时候最麻烦了。在哪里啊？应该没了吧？啊，是你。我猜。诶？为什么会有？还有三个红点？啊，不是啊，他从你的地图上。我以为，什么？我已经杀了一只指挥官，还有三只指挥官在地图上。嗯，我先把碎片收一下。这边不行上去，那应该是要走这。啊！干嘛跳下来啊？我要你跳到绳子上，真是的。是这个宝箱，再下去。哎，那个宝箱是在上面哦，所以在那个塔的上面。我觉得这里这么高都可以当俯瞰点了，看起来太高没有办法刺杀，我得先下去，这样我冲过去的话不会发现我。哎呀，真是难得防御反击的动作不一样。又快看到了，然后就在前往战情室。啊，这一次开门是一般的指挥官，之前任务的时候一开门居然是圣殿骑士，还印象深刻啊！那个圣殿骑士要躲要塞，也应该躲这种要塞啊，躲那个两个堡垒的要塞根本就存心要给我杀掉，虽然这种要塞也是会被攻破的。那地方有传奇船只，传奇船只是一人站一脚吧，看一下这附近有没有宝藏。最近的应该是这一个吧，679381。不是这里，嗯，也不是这里，也不是这里。嗯，还是这个，对，在这里。
在海湾，可是我刚，我不是才去过吗？妈，不管，先接海军任务。你好，撕裂者，最近有个难得的机会，让你能够成为公平与正义的代言人。有个犯罪伪装成船长登上英国军舰，他犯过错，他犯过的罪已经罄竹难书。如果你能登船并结束他的犯罪生涯，你将会成为一名英雄。签名：米洛范德尔格拉夫，诚实的商人与朋友。好，没有问题。军舰，之前呢，这样护卫舰的没有护卫舰，但有五颗星。这一次叫军舰，不知道有没有军舰，它只有四颗星。这难度判定到底怎么算的？好，出发吧。2000多，前面还有暴风雨。他中途我在旁边的路上发现了这一封平信，所以我就下船看一下。我得离开。就在我与巴兰谈过以后，我花了一天的时间思考我接下来的路。各种奇怪而且不确定的想法在我的脑海中轮转，我完全没有办法决定接下来要怎么做。直到最后，我都下不了任何决定。先生，你一直都对我很好，我告诉他，而且我完全相信你，但我无法马上消化我的幻想与记忆，更遑论分享出来。我必须要离开这里，到一处已经盘踞在我心灵多年的神秘场所。巴兰微笑着说，我能了解，我相信你的动机，找到幻象的来源对你而言才是好的。去吧，去把脑中的谜题解开吧，我会提供你食物跟饮水，并确保你的安全。我回答，谢谢你先生。如果我找到了什么满意的答案，我会再度回到这里解答你的疑惑。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巴兰实现了他的承诺。他的小儿子阿塔拜，居然是阿塔拜，也在拖车上。他将我送到附近的一个渔村，然后给我一张地图与一些钱，并在离开前给我忠告，圣殿骑士已经来到新印度群岛，这个托勒斯就是他们的团长。虽然目前他们的数量还很少，但之后一定会有更多人来到这里。留心他们的状况，不要相信他们，他们如果说服不了你就会动武。在一次感人的告别后，我离开了这个刺客，并开始朝向未知的旅程。一个模糊的意识与目标开始拖着我前进。看起来没有半艘船。好，有了。三艘都是横帆船，这样的话应该会有第二阶段。居然这样就死了，不要这么强哦。认真抢劫果然是有好处的。Ready to fire, sir! Ready!
接下来我绕到两艘船的中间好了。那是先登哪一艘啊？啊？诶？诶？那右边的，我看到他们丢绳子。八，但是只炸了六个。最后一艘，希望可以不用上船。居然命中了，不是船长！不行不行，这样浪费炮弹的话，等一下又要爬上去。还是要爬，剩三个人。关键的军舰应该要来了吧？如果有的话，其实我在一个岛的附近呢，那边还有可以强行登陆的船只。好大的黄色范围，应该是军舰。我们这期 episode 就先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明天见，拜拜。That's a man of war, sir! What is there? Colors are English! They're all alone, sir! Clues down! Catch the wind! Find the hurry! Taking a hit, Cap! They're firepower!